这个月台湾黑色，这个月台湾黑色，移动线站是21:57，金楼北路线，到往花莲288福友码是3号，要搭乘288福友码的旅客，在这个月台黑色1到8车的位置上车。这一期我们是车票包含门票，并且要最优化的电子车车旅客服务上车。每车长13黄金左右，应加收15%折价。六月台 B 色目前停靠至原定21:17，开往基隆区间方。本次列车中山到基隆区间沿途各站均有停靠，要搭乘往基隆方向旅客，请在六月台 B 色、六月台 B 色2到7车的位上车。六月台 A 色、六月台 A 色目前现在停靠至21:27。开往花莲国道八，由黄金号，要搭乘国道八九号的旅客，在六月台 A 车1到8车的位置上车。